娶个亲都要这么遮遮掩掩，就不能光明正大吗？吴峰势力太大，谨慎点好。只要嫁进了公家，就没有人敢再欺负你了。放心，没死，点了穴道而已，一会儿就解了。你还真是毫不避讳啊，好歹我是个男的。我的身体属于吴峰，又不是我自己的，没什么可避讳。我再复述一遍你这次的任务。不用，韩亚斯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你记得清楚，我也要说，这是我的职责。
用。大小姐。不用。大小姐。不用。大小姐。不用，不用。川。金凡呢？金凡哥还没回来。成何体统？外面很危险的，你们这些男孩子也要学会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属下一定时时保护好大小姐。我也会保护你们的，放心，放心。金凡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刚才回来的时候，好像看见金凡哥跟着雨公子匆匆忙忙的出去了。金凡跟着公子羽，这大晚上的跑出去干什么？你过来，继续练给我看。是，大小姐。